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月十七 AM 新闻，我是嘉豪，也欢迎新闻导数台头先调来报连载。交通部预告，过年要落南的车船是连假头一天，还过初一、初二上解脱，连外通机场出入境人次可能来到接近九万人次。健保署的前主任秘书涉嫌偷提民众个人资料去卖中国，时间有十三年遐长。风声主欠的亲戚朋友拢有收到大量现金。中国螺蛳粉无开放进口，网络平台甲店家拢爱落价。另外，韩国泡面、新碗面、泡菜口味严重浓油，厂商爱全部回收。讲到这礼拜就要过年了，大家上届关心的就是过年期间的交通。交通部今公布过年所运计划，推测这落南车上届坐的时阵是连假头一天，也过初一加初二。另外，解除封锁了后，一个过年呢是头一个过年。桃园机场公司啊，预估一天的旅运量会出现这两年外以来新高，一天出入境人数可能超过九万人次。今年过年连假有十天，交通部预告南向返乡车条伫连假第一天二十，甲初一、初二都是二二甲二三陆续出现，初三、初四是出现观光出去佚佗的车条，因为假期长，预计会为初四下昼到初七陆续出现较分散的北返车条。那苏花公路本康抢修工程，春节无管制，影响无大。大清水路段的话，因为在春节期间它是完全这个开放通行，并没有阻碍的，所以在这个路段并没有相关的阻塞。原有的这个车流的部分，我想就是跟以往的模式一样。最终还是希望给华东一条安全、这个平安回家的路，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由前东湖各个新年出现爆发性旅游潮。投机公司有个廉价出入境高峰，会落地休假前两天，一月二八迄天可能达到九万人次，是2020年二月以来新高。出入境人数明显复苏，今年投机会调年旅客量2000万的目标迈进。大概1月19号开始，84000人，一直到最高是初七94000人，初八是92000人。所以大概1月19号到1月30号有98.8万旅客进出，所以基本上一月大概可以接近200万人进出。另外，经受关注的另一个解锁问题，团主王国才会转任华航公司董事长，交通部长是由前嘉南市长林佑昌接任。王国才回应，目前无收到府院任何的通知，伊的兴趣是交通改革，有缘会做好每一工部长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疫情的消息。指挥中心今日公布15对中国入境旅客采检阳性率有7.9%，虽然有比英国更加低，不过指挥中心的代理发言人罗一军表示，也是爱观察这中长期的趋势，等入境人数高峰过去了后再来做评估。另外，针对指挥官王必胜有讲过，有机会伫咧过年了后施行室内挂嘴安排来放领的政策。有国内专家认为讲，即一月到三月依然是流感的季节，建议三月中过后再来放领会较妥当。拜六就是为了美，不少人返台为了过年。指挥中心公布17个国内疫情，本土病例19658例，比顶礼拜二减少19.8%。境外移入320例，30例死亡个案。那15个中国入境旅客采检阳性率是7.9%，阁创新低。我们还是会再观察一阵子了。目前就是说，整个措施是一定至少会执行到1月31号。那再做检讨，看有没有要针对这个措施做什么样的调整。除了这礼拜是入境人数高峰，根据投机公司以航班运量人数预报系统显示，出入境高峰会落地休假前两天，也就是1月28，预估人数会有9.4万人次。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当日表示，希望在过完年了后，实施第二阶段室内吹安放零。国内专家有无同看法？一月中到三月中是流感的高峰期，目前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口罩暂时不要拿下来，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室内或室外，两个表示现阶段啊，室内吹暗凉真正要放凉，袂当全面开放。像大众运输工具坐运也是高铁，加超过500人以上的聚会也是演讲，也有演唱会，拢也是建议挂吹暗。未来做疫苗，敢是调常态化也引起讨论。
今年我们可能就是说对于长者这些或者脆弱族群，以两剂为这样的一个规划方向来打这样的一个的疫苗，每半年打一次对年长的族群会比较理想，因为毕竟这也是减少感染甚至更进一步减少重症的一个机会。那艾比这观察出一间诊所跟阳性率感是对台湾社区造成冲击，就连东阿北道也有反抗的趋势，邀请指挥中心建议订洗手，加上医疗医术落实同步，才会当防止东阿北道等疾病出现大规模的免疫负载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检调侦办健保署泄露民众健保资料的案件，即卖行政电路。根据着周刊的报道，讲即检调所定健保署涉业的前主任秘书，伊涉嫌利用随时点偷摕档案未去中国，而且时间有13年遐久，而且即也牵涉到总统府行政院高层，甚至有11个政治系统人员的雇主，严重影响着国家安全。不过健保署也回应讲，即案件发生了后，有随启动危机处理，针对。目前揭出来的媒体报道有一寡不是案件的资讯，请外界唔通乱用。关系专台2300万人的健保资料是不是外泄？北检进行兵分真侪路来搜查。卢明，你资料都是给谁啊？不过有平面媒体报道，检调所定健保署产业的前主编涉嫌在2009到2022年期间，用随身碟窃取档案13年，内容牵涉虎耳高层甲政治系统人员雇主，而且这几年来，伊常常往返中国，搁被发现拿回台湾，去拿户头都大笔资金汇集，今夜听讲有超过10亿，可能还搁强翻起一支微博单。周刊报道内容的消息来源及查证的管道目前不明。那目前所知均非检调对外公布的案件资讯，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侦查程序，欲请各界就本案情节勿加揣测。揭露的时间范围比较大，所以我们还在逐一调卷检视比对当中。检保署郑红秀表示，案发了后启动危机处理，涉案人员调离主管职务，关调查权限，同时成立专案小组进行内部行政调查，阁检视内部机制，阁盘点同事的查询权限，调整授权范围，若不法的代志会当犯。重犯这些卖国贼的话，人民对这样蛮憨的司法体系是无法容忍，应该建制专业的国安法庭跟国安的检查体系。这些犯罪行为、共谍行为，多数发生在马政府期间任内，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这个调查局的部分，他们有掌握。那我们当然在技术上面，如果需要我们协助，我们全力协助。强调信号台湾，手机情报代志常常听到，有军事部在国外网站顶端。发现有人在卖台湾情报机构的机密文件，10个资料要卖15万美金。调查局表示已经掌握情形，目前在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有要增加台湾的后备战力，国防部今日针对后备军人志愿参加教调，宣布对今年第二季开始会依照军种的需求后备教调。14天的教调会有3梯，5天到7天的教调有70梯。那准时参加14天的，就用2届去算，对第5届开始，大概完成训练了后，就发奖金5000块。而且为着要兼顾着性别平等原则，女性也开始试办头一届的教调。为着要应付中国的军事威胁，咱国伫个去年适当14天的教调制度，为着要鼓励后备军人志愿来参加教调，国防部伫个17宣布讲，从今年的第二季开始，照各军种的需求，针对志愿参加教调的人，甲区分做14天的教调，3梯次，还佫有5天至7天的教调，70梯次，而且14天的梯次以2遍来计算，自第5遍开始，特别来完成训练了后，会发奖金5000块。后备军人已接受过的教育召集次数，以本办法规定的一个计算方式。自第5次起，每一次我们完成训练之后，我们都会发给召集奖金5000元。另外，为着要来兼顾性别平等的原则，女性麦当是伫头一年来教调，规划予北部、中部、南部啊，佮东部的单位来试行。修正了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这样子啊，就可以使女性的军官、士官，他无论是停役或是退伍之后，都纳入后备列管。那目前已经在
在1月13号已经在预告30天，我们在广收各界的意见。江博中调讲，后备军人的志愿高调的办法实施了后，会当来核实后备战力，强化后备部队的战机。欢迎退伍十二年来，也未曾高调过的后备军人志愿参加，也呼吁国人爱来支持这个新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来自中国广西的米粉叫做螺蛳粉，因为这气味真特殊，网络顶头真侪人伫咧卖，真侪人伫拍广告，所以因为这包装有一段文字引起统战争议。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目前台湾还未开放螺蛳粉的进口，不管是实体或者是电商平台，拢爱入价。另外，有一种真清的韩国泡面叫做新碗面，是有数伫边境夹出讲，因的泡菜豆腐口味的调味料有农药，这进口商就爱全部回收。源自中国广西柳州的米是螺蛳粉，米粉加上配料酸臭咸口味，也伫台湾时行。也毋过其中一款包装印着“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四下五入一个啊，你就是我的人的文字，引起统战争议。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中国粉条食品无开放进口，会稽查要求落去。我们会跨部会来做相关的稽查，不管是在实体的通路或者电商平台，都会要求下架。螺蛳粉经的落价甲包装顶面的问题有关联，王美花无正面回应，强调是走私还是虚报商品，所以拢爱处理。小水冲泡等几分钟，韩国进口泡面会当做正当，也会当做点心。这款浓心超净化新碗面，泡菜豆腐口味，感官受到民众的喜欢。食药署边境稽查所检出，调味料包残留农药，宽容一碗有1000箱，1128公斤，需要全部退温还是销毁？韩养一碗在国内是没有被当作农药来使用的一个化学物，所以按照规定。在食品上也不能有被有检出。都环氧乙烷，它有致癌性，有神经毒性，所以一定要下架，要避免食用。韩国新碗面无合格，也引起民众关切。食药署表示，这是6个月来头一摆被检出，接下来会提悬抽检率。那进口商是自称每一批拢有自行送检，目前市面上流通的产品拢无问题，已经反头要求制造商、农心公司未来需要自主检验合格，才会当出口。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在网络巡逻的时阵，发现家己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伊伫咧网络顶头卖 3D 的印器材甲证供，而且用 3D 的印做出来即穿的身躯，那阵甲倒倒咧来当变作是真真正正的穿，初步鉴定即挂 3D 的印出来穿是会当伤人的。警方又查到五支用 3D 的印的灯枪，三支改造手枪甲枪支，目前警方也正咧追查，看即个嫌犯敢甲枪卖出去。警方入去到厝内，两部 3D 打印机在运作，不过印出来竟然是穿的零件。刑事局透过网络巡逻，发现家己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在网络买 3D 打印机、加枪管、加警啊这些材料，佮透过网络找到长枪设计图，用 3D 打印的方式制作出真侪支长枪。李贤是从网络上截取长枪模组图之后，在 3D 塑胶原料列印制造枪身。并且将相关的枪支零组件刊入 3D 的枪身后，即完成功能性正常且具可激发性的长枪。警方查到的因的长枪成品两支、半成品三支，还佫未少零件佮三支改造枪，枪支71粒。查扣的气枪桶内底还佫65粒枪支壳，初步鉴定才会认出来长枪有杀伤力。警方调查，嫌犯为去年9月开始，除了制造长枪以外，也佮改造枪加枪支的技术，暗佮无承认有提起卖。并没有理工科的背景，他是一位堆高机的驾驶。那他从去年9月迄今，就开始尝试在网络上学习相关 3D 列印的技术。警方表示，这是国内第一件用 3D 打印制作长枪案件，目前依然在追查流向，甲是毋是有提起卖。将嫌犯以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上班，针对改造甲持有改造枪，应处5年以上，并可1000万以下罚金。若确认有制造事实，应处无期徒刑，或者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可3000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
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咱常常听人讲，穷的穷春天，富的是富度天。世界经济论坛十六日的瑞士召开会议，论坛开始进行的发表报告，指出全世界过去这两年大概增加美金42条，不过遐尼侪钱，差不多有63%左右，拢走入去全世界人口1%的富家人因的落袋啊内面，这代表讲这富家甲善车是愈差愈侪。罗氏会发表的《登记好业人继续存在报告》指出，新冠疫情爆发的前两年，全球增加大约42条美金的财富，其中63拢落在金字塔上顶面1%的好业人落地来。约万的好业人资产平均达刚增加27亿美金。那全球17亿劳工却因为薪水料未到高通膨，日子哪来哪歹过。世界出现25年来头一摆看到极度有钱甲极度善车人口同时增加的情况。罗氏会呼吁各国调整好业人税率，渐进式的重新分配财富，减少极端不平等。希望2030年，予亿万好业人的资产甲人数减半，登到2012年的水准。With up to 5% net wealth tax of multimillionaires and billionaires, we could raise 1.7 billion globally, trillion, sorry.And with that, we can eliminate poverty and even have a 10-year plan to eliminate hunger. 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加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粮食和能源继续起。不过，有钱人在危机期间，却因为各国政府大手笔纾困加降利息，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赚大钱。也阁有95间食品加能源企业，去年因为通膨盈利翻一倍较低。罗氏会呼吁对应扣8%。Some companies that are making excess profits, especially in the energy sector, the food sector, and some countries have introduced windfall taxes in Europe that has been done in som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ut there's much more that can be done.为了降低能源费用加权的冲击，法国宣布要对1000万户有机动车辆的低收入家庭发100欧元的单次燃料费补贴，用来取代去年的油价补助计划，预计会开10亿欧元，期限到2月28为止。公司新闻是会顶朋友。苏格兰议会伫顶个月通过性别认同改革法案，申请改变性别的年会标准，对18岁降低到16、17岁啊，年龄，让下性别者会当改变家己的性别。不过，负责苏格兰事务的英国国务大臣杰克，则来以有负面影响做理由，把这个法案挡落来。这是苏格兰议会对1999年成立以来头一届有通过法案，和伦敦当局驳回。英国主管苏格兰事务的国务大臣杰克十六表示，会引用1998年苏格兰法令第35条，阻止苏格兰议会顶个月通过的性别认同改革法案进入无准阶段，也就是英国立法提案正式成为法令所需要最后一步。照1999年苏格兰议会成立的权力下放规定，那大臣认为提案会对法律的运作产生负面影响，伦敦通过对应出手动力款。I suppose you know it opens up questions. I suppose for devolution, it also opens up, I think, quite fundamental questions as to whether ultimately the UK government are going to stand over the 2004 UK-wide Gender Recognition Act.苏格兰议会通过性别认同改革法案，将申请变成的年会抗战为原本18岁下修到16、17岁，取消爱无性别焦虑症医学诊断证明规定，让跨性别人用更加简单而且更加紧改变性别。不过2个月之前，苏格兰民族党想要举办独立公投计划，才让英国最高法院阻止，现在性别法案又踢到铁板。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在那态度强硬表示，进行的变性定数是正步进度，以坚决捍卫性别立法，官司会一路拍到英国最高法院。So if there is a decision to challenge, then in my view, it will be quite simply a political decision, and I think it will be using trans people, already on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stigmatised groups in our society.As a political weapon, and I think that will be unconscionable, and indefensible, and really quite disgraceful.
反对这项法律的人烦恼，这可能对女性造成危险，特别是当疫情的空间。不过苏格兰政府表示，这项立法未甲平等法修改，根据2019年通过的平等法，在某一挂例外状况之下，因依法拒绝接受过变性手术的人进入当疫情的空间，比如女性庇护所或者是换衫的所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日本航空自卫队和印度空军对十日开始连续11天在日本的比利基地进行联合训练，这不但是头一次，也是在日本国内联合训练，是算在美国、澳洲、英国、德国之后的第五个国家，而且是在日本境内和日本作伙进行空中联训的国家。四架小飞印度空军第二次空战斗机大队的苏-30 MKI 降落在珠山县的比利基地。日本也按依照航空界惯例，那第一摆来访问的机型，拢由消防喷水车对较飞的印度战机喷水欢迎。第七次到日本了后，访问日本的印度空军飞行员，都真侪摆洗战机，熟悉当地环境。俄罗斯的苏-30 MK 系列是苏-30的外销型，其中 MK 是专门为印度设计，中国在进口五座 MK 的 K， 也家己仿造关注苏制七的歼-11、歼-15加歼-16，所以中印两国主力战机有相当大的共通性。这次印度和日本的联合演习，除了显示两国对抗中国军事扩张的共同目标，也因为和中国战机是同款型的苏-30 MKI， 第一摆和日本战斗机部队面对面进行空战演练。日本航空自卫队除了由驻防比利基地第三战斗机飞行队派出4架 F-G 战机，还为其他基地调来4架 F-15 战机参加演习。这批 F-15 战机不是来自一般的战斗机连队，是专门开发航空战术的精致部队，用于自然是透过印度的同款机型了解中国战机的性能，找出在空中演习的方法。比利基地是属于军民两用，也是日本首都地区唯一沿海战机起降基地。另外，这摆也投入演习的基地是伫基业馆的一间，不过当地居民反对战斗机部队无法度进驻。在日本基地中部航空方面队负责过关东甲近畿地区，算是日本精华地带航空任务，指挥角色也正当。公司新闻戚家锦编译。俄罗斯一直增加兵力要来打乌克兰，英国目前是同意提供挑战者旅行战车，正做头一个用现役主力战车当作是军事援助的西方国家。另外有大概一批100个乌克兰军方人员去到美国接受爱国者飞弹系统的操作训练。在这俄乌战争战斗正激烈，战事拢集中伫咧严控小镇苏勒达尔。三不五时就听到枪声，面对着俄罗斯一直增加兵力，乌克兰总统赶紧甲英国首相斯纳克通电话，英国答应要提供挑战者旅行战车，成为第一个军援现代主力战车的西方国家。Today I can announce the most significant package of combat power to date to accelerate Ukrainian success. This includes a squadron of Challenger 2 tanks with armored recovery and repair vehicles. Сьогодні гарний приклад від Великої Британії. Оголошено про новий пакет оборонної допомоги, те, що треба, танки, інша бронетехніка, артилерія, те, що ми обговорювали з паном прем'єр-міністром Сунаком. 挑战者旅行战车是世界上第一种有搜索敌察能力的战车，车顶会当先敌人一步找到目标，和炮手锁定攻击，40秒内会当射八个目标。第64代挑战者旅行战车，和乌克兰军队有能力改变战场的现况。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是另外一种会当和乌克兰增强防御的军援。美军证实，有差不多100位乌克兰的士兵已经到奥克拉荷马州的炮兵学校受训。Soldiers from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have arrived here at the Fire Center of Excellence at Fort Sill, Oklahoma, to begin air defense training.This training will consist of operator and maintainer task for the Patriot Air Defense System. 在世界各国加强力量军援乌克兰的同时，德国的国防部长兰布雷特则来讲，已经离开总理肖兹的政府，因为外界对于支援乌克兰动作上慢，也够伊讲唔到过引起争议。Die Bundesministerin der Verteidigung hat mir heute mitgeteilt, dass sie ihre Aufgabe nicht mehr fortsetzen möchte. Ich habe viele, viele Jahre gut und gerne mit Christine Lambrecht zusammengearbeitet, auch jetzt
nach dem furchtbaren Angriffskrieg Russlands auf die Ukraine hat die 兰姆雷特伫咧元旦之间发一段影片，演讲内容所讲俄战争，甲伊个人趣味做有男子会讲，而且战争伊对支援乌克兰的态度正丢毒。最近的军演，佫因为发生战车的故障，互外界质疑德国的国防能力，造成其下台。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立法院今仔日审查全民共享特别条例草案，目标伫两工内边完成审查，19要来审讨通过。国发会主委江明钦表示，即发展方式会提供汇款、ATM 和邮局柜台这三种，按算2月底、3月初开始发。为了破发现金，立法院五个委员会是并案审查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特别条例草案，目标两天来审查了，立委关心现金安怎发。国发会主委江明钦表示，讲分三种方式，按算2月底、3月初会发。你如果有账户，然后提供给我们的话，我们直接入你的账户。那如果你没有账户的话，你也不愿提供，那你也可以去 ATM 领现出来。好，那你当然也要提款卡跟这个嘛，哈。是。如果说你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你就拿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去临柜，就是这个邮局的部分可以去领取。2号行政院会、9号行政院会或16号行政院会通过，以这个时间表，你们都可以送，你都可以做到228开始发放，对不对？对，如果说是开始发放，可以。所以部长董宏讲，即摆的系统是用进前囡仔防疫补贴和进行500元的设计，但是佫需要增加系统才会当承受全民发现金的使用量。国民党立委王宏明就任了第一场质询，就批评政府无提出固定的制度来处理加扣的税。我们做了这个特别条例，请问我们是建立制度了吗？包委员，今年的状况是特别特别的状况，所以它不是制度。对制度的话，所以你搞半天，你还是没有制度。国民党立委王明开始指出，讲行政院版本的现金条例，仅仅6张都要用3800亿的预算，佮要求立法院授权行政院用来强化经济和社会韧性。批评讲根本都是乌白授权，无得管财政纪律。记者综合报道。自从2024年的总统大选，台湾民意基金会上最新的民调，讲这赖清德以34%的支持度，赢过侯友宜31.4%，含郭文德的22.3%，甲顶个月来比，这赖清德支持度是大大增加。不过，英国的《金融时报》有报道赖清德进前所讲过台独工作者的发言，也和美国烦恼讲这赖清德的两岸政策规划会安怎来做。我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不公开表态是不实的台独工作者的副总统赖清德，8月3日会正式接民进党主席，佫较有可能挑战2024的总统大位。不过，英国的《金融时报》16报道，赖清德的台独立场已经对外国对伊的印象造成伤害，可能会烦恼伊的两岸立场。即马开始，后美国相信讲伊是会当信任的。外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或怀疑，基本上还停留在过往的时空。据我理解的部分非常清楚，赖清德副总统以后的两岸关系走的是蔡英文总统的路线。佮亲赖清德的立委和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辉环，都表示讲，赖清德和总统蔡英文的两岸路线是同款的。最近佫提出和平保台的论述，要消除伊原本较强烈的立场。这当中，台湾民意基金会嘛公布2024大选的上新的民调，那立委部分赖清德以34%的支持度，比侯友宜31.4%、郭文德22.3%拢较悬。暗顶个月比赖清德增加真济，侯友宜是落落来。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自己的工作，尽心尽力，不分你我，大家团结在一起。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初选办法，应该看起来是比较可行，而且比较能够让国民党不会分裂。即款例子，国民党内已经有人表态，但是上有利的人选侯友宜还未出声。党中央是传出讲无意比较2022-9合1的提名模式，协调了后才阁定调，避免初选了后大家关系拍歹，也是予民进党有机会做文章。但是目前拢还未确定，嘛予国民党要初选也是定调，头壳是继续冒热烧。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反制中国解放军打到台湾的土地，台湾甲美国采购火山布雷系统，所以人伫咧骂讲台湾的变作是地雷岛。国防部今仔日又拔火，强调解放军主要是对北部南口的宝岛主海堡、桃园海湖海堡、中部的嘉南海堡以及着台南的溪州海堡上花。国军会针对解放军登陆路线安排地雷火炮，而且袂伤早安排，若有阻碍功能也方便回收。面对中国军机这么了，但是一摆搁一摆，两方的关系继续紧张。为了防卫作战的需要，反制中国的强大登陆，咱甲美国买14套的火山布雷系统，引起各界的质疑，讲台湾敢会变作地雷岛？对这国防部17澄清，答案是不会的。它是有智慧型的定时自毁，还有易于辨识回收，还有可以快速机动布雷的这几个特性。如果没有用到，我可以。自己在设定时间内把它做焚毁的这个动作。共无强调，这套系统是无需要做长时间的布雷。布雷的时机点是国军判断共军会伫个北部南口的宝岛处海山堡、桃园的海湖海山堡、中部瓦青砖攻击地的嘉南海山堡、含南部台南的溪州海山堡主力登陆。这针对这机动布雷的生产部署，希望嘛较好回收自毁。做精准有效的布置，而不需要长时间广阵面服布在整个地面上，非常便于回收和辨识，所以不是像传统布雷埋在地底下用广区域的，要让他知道说我们这个地方有设防，所以他不会在这个地段登陆，他可能从另外一个地段登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兵力集中到另外一个地段，所以其实这个是布雷，用布雷来节约我们兵力不足的所在啊。军事专家分析，咱的防卫政策是防务，地雷其实是陆军防务上好的武器。国军在海空战拍较歹的时阵，敌军就会登陆，这时阵用地雷阻碍敌军的攻势，会当较省国军的军力做较机动的利用，会当更加有效来阻挡敌军的攻势，争取更加好反击作战的时机。记者综合报道。在三年前，特斯拉的电动车被大落价，上座差到300多万。台湾民众在落价前半年看新车，认为业者是故意暗藏消息，向公平会检举无成功。就这个车主做伙拍官司，要求赔偿1191万，就被一审败诉，其中有三个人不服，提起上诉。不过二审在今仔日又判伊败诉。电动车特斯拉最近在全球市场陆续宣布降价，台湾是不是对咧做？目前无消息。不过三年外之前，台湾特斯拉卖因为大落价引起国内车主的不满，并没有违反公平交易法，它的整个交易条件其实在当时候是没有期望的，所以没有构成。那因为特斯拉本身也不是市场的独占者，所以也没有构成独占依赖用的问题。向公平会检举无成功，车主起价改价，司法方式集体提告拍官司，因为因卖不到半年，价钱都跌跌落。迄时阵的价钱，特斯拉两系列总共六个车款，空车价为300多万到600多万，啊，不过落价了后，价差上只有340多万。刚好多相关52%，有且车主不满买贵，主张车商无提供充分甲正确资讯，提诉上请求赔偿，总共1191万。何树林电影判决败诉，其中三人上诉了后，二审同款判车主败诉。因为他们都是在107年10、11、12月已经买了，到108年3月的时候才调整售价，所以没有办法认为说他们购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调整售价。车商破免赔，因为合约定指出，正车主买车进行特斯拉调价，要在参详阶段，还未定案的资讯。一般企业经营本来无记录报告，也无故意欺骗的问题，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阁无抵触过失的情形。另外，车商对调价进行已经签约，还未提车车主也提供延伸退订，阁重新买方案，认定车主无法度请求减少价钱，行不当的得利。专案还阁影响说，按过实际打电话号车。主委员律师对案件强调无限提供。记者综合报道。黑字枪的自豪机伫咧今年的3月14日要停机来度役了。不过本地要伫咧3月初4日开始运作的大潭电厂8号机组，可能要延后到3月底4月初才会当加入供电，这可能造成欠电的危机咧。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会做好相关的调度，不出现问题。不过有学者认为讲，这台电目前会当运用的是真有限，烦恼暗时大家拢要用电的时阵，到时阵就会大欠电。今年又有一台核电机组要停棒，再来供电，敢会出现空棒？学者表示，迄支厂的二号机三月十四要停棒，会减少98.5万千瓦的供电。而且大潭电厂烧天然气的七号机伫去年底停棒，已经减少60万千瓦。就算讲八号机伫三月底四月初开始棒，嘛敢若会当加110万千瓦补转来，供电阁会欠50万千瓦。不过经济部煞挂保证，讲绝对袂欠电。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做好相关的调度跟安排，好，没有问题。清台湾科中心主任叶宗光提出质疑，就算讲大潭八号机准时开始放，不过离迄支厂二号机停放的时间至少差不半个月。这段期间，部分的机组等在年度整修，已经为台电应该是未付来调度电力。到了夜间的尖峰出现的时候，那供电就会不足。如果要靠这个调度，其实台电手上的筹码是非常有限，运用来发电的机组数量就是有限嘛。不过台电强调，事先拢知影核电机组要停棒，阁有天然气机组延前开始棒，已经透过调整其他电厂整修的时间来应应。我们已经配合调整了相关的大修、检修的这一些排程的这些进度，今年第一季1到3月要税修的一部分的机组拉到去年底去税修。台电强调，通宵小机组都要开始放啊，水利机组调度之外，麦当春秋配合各种措施。今年供电无问题，不过叶总讲认为，除了三月、四月有供电风险，秋冬季节机组要年度整修，或者是因应空气污染要降载，供电恐惊是搁较难到，应该是无本钱通才乐观。记者林静梅、王兴忠、张国良台北报道。唔知道观众朋友敢对一张相片有印象，就是这相片翕到这台北桥这奥多拜要落来，亲像这奥多拜追车同款。所以等于讲是咱台湾人使用奥多拜的频率是会当讲是真悬的，而且真侪人拢会停这个奥多拜的街啊。假如讲这有五架，定定停7-8台奥多拜，所以有网友拢伫咧讲，这骑奥多拜是谁啊？会晓超奥多拜位则是师傅。咱来看这台北捷运附近咧，去年受理违规停车案件超过3000件，大部分拢是无依照规定甲车啊，这车咧停伫咧街啊内边。不过警方也接到真侪申诉，是因为这奥多拜会去互刷叮当，才会去互罚。即卖也要提醒民众讲，这奥多拜若准停好势了后，会当先翕相留证据，避免去互开罚单。骑汽车的人停好车，前脚拄啊离开，都有身份的查甫人上前乱刷车，刷出停车格。附带捷运站机车停满满，也有人要牵车，都将别人的机车刷出停车格，直接骑车离开。像即挂刷车的经验，真侪骑汽车的人拢捌拄过。被清到那个停车格外面，对，然后就被拿到一张罚单，就觉得啊，为什么是我的车这样子？我原本在格子营，对，我原本应该是被个人的啊，还是或者是被其他人，我也不确定。我刚刚才发现我的后照镜坏掉了，傻眼。按照警方统计，今年去年台北捷运四口会受理的违停案件达到3328件，尤其花莲站504件上多，过来是府台站281件，甲丹凤站193件，正快违规情形之一，就是无依规定停放停车格来。警方表示，机车红黑白刷，实务上真歹构成强制罪。实际上，单纯移车不会受罚，但如果涉及毁损车辆，就会有法律责任，所以还是以实际个案状况来判断认定。机车红乱刷，都惊后续吃罚单。警方教你一招自保：机车停好势了后，提起手机啊翕相存证，就算了后红黑白乱刷受罚，也会当自清免烦恼。简单一个动作，加一份的保障，唔通甲家己的钱包啊挥别去。记者综合报道。在台中东区有一间购物中心，今开始试营运，虽然会当带动这旧城区的消费，不过在附近有建国市场、帝国糖厂、一个湖滨生态园区，到时阵这交通可能会大打折，特别是这过年特别到啊，真侪人拢会去市场买物件，到时阵这交通的问题可能是真使人头疼。
出名日常购物中心就开伫咧台中东区17南管气温转，工作人员赶伫咧开店之前，先排出日常的动线。不过边啊建国市场的进德路，车是已经排甲塌塌塌。这边现在就已经很塞了啊，系啊，啊如果开了人潮，应该会更塞。我平常的话都会骑摩托车为主。对，因为比较好停车，比较方便。卖想开车。开车伤过塌啦。建国市场是全台湾上大场的公有线卖市场，年节要到，人是愈来愈多，附近的交通都已经真塌，个人是直接伫车路顶就落车，双线违规硬要靠翻头的人嘛是真多。但因为这附近是分做七车路口，连指挥机构嘛真烦恼交通会拍夹。那边走完，这边走吼，还是也会有一点危险，因为他那边走完，车子过来还没完全过来吼，这边就已经绿灯了。树挡哈。动心最重要啦，莫我拍夹。有不少民众表示，购物中心就伫咧建国市场边啊，附近阁有帝国糖厂、甲湖滨生态园区，交通灯号真复杂，过路口时间阁短，所以真够塞车。啊，若市场的贩啊是人贵，购物中心在点才开店，拄好碰到咧收市，交通免收嘛，知一定乱。交通局并将督促业者确实落实交通维持计划的执行。包括停车管理、交通疏导等措施。交通局表示，除了加强宣导，出入建国市场甲购物中心有分布共的动线，卖加派警方预警去指挥，好民众会当尽量坐大众运输工具。所来春节假期，就是当地交通的第一波压力测试。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围炉吃团圆饭，这菜是一定爱澎湃啊澎湃。不过营养师也建议，讲钱的食材会当另外事先煮，把这油分洗掉了后，再放入去火锅内面滚，才袂规鼎的汤愈煮愈油，愈煮愈来愈油汤汤。另外买回来的食材会当先家分好势，要吃偌济再来煮偌济，吃不了的也唔通冰伫咧冰箱内面超过三天。年仔节啊，市场的买气嘛，对咧庆冠，真侪人光买买年菜，款拜拜，澎湃的料理一顿一顿传。今天买的白玉萝卜跟长年菜啊，之前有买的万峦猪脚啊、鱼啊、澎湖的鱼啊。大家都几乎都是买虾子啊、买白鲳啊、买鲑鱼啊，对，大致都这些啊。人讲有鱼有肉也着菜噶，不过过年味道总是重口味的较侪。若要食较健康，营养师建议除了加放菜色以外，针对一寡有煎过的火锅料，也会当改变煮的方式，减少火锅内底的油分。炸物的那种干豆皮呀、之类的，其实你如果说有些人他们还想要吃这种的食材的话，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是说，他先在另外一个。去一个水锅，把这些干豆皮这些先把它煮过，然后先煮过煮软之后，再把这些的豆皮再把它放进你想要吃的火锅的汤头里面去做熬煮，先把它油脂先把它类似像是把它滤掉。豆类的取材，你可能就是还是会比较建议是说，你可能是属于那种油脂少。但是你又可以摄取到一些比较软嫩的。另外，营养师也提醒，买回来食材会当先分好，吃多少煮多少，那真正吃不起放冰箱，上佳唔通冰超过三天，物件才袂歹去生毒素加细菌，影响到咱的健康。记者麦尚颖、曾春友台北报道。中学对去年九月开始就要上这本土基本课，到今已经一学期过去啊。就校长甲老师表示讲，这教科册课本伤过长，内容阁伤过多，若准备伫咧一学期内面甲全部内容上好了，而且互学生吸收是真困难的。现开高中的闽南语课本总共五页，内底阁真侪较难的字词。为去年九月开始，各中高中嘛爱上本土基本课，不过教科册内底内容，对已经两三年无伫学校接触本土语言的高中生来讲，可比无字天书。我来教，较困难的部分，我会建围起来。重点是要让了解讲，这个作者伊所要传达给这个囡仔是虾米。高中来讲的话，其实国中已经三年没有再接触本土语的断层了，它就会产生一些困难。编课本不是我们想要怎么编就能怎么编，一定要依照那个课纲的要求来进行编辑。
高中的部分，台北市金华高中校长曾水龙表示，这学期仅二十节本土基本课，闽南语教科册内底煞有六课，等于平均三礼拜总共135分钟就要教一课，对老师学生来讲拢真吃力。我们也想讲，甲老师建议讲，是毋是明年得选用这个教科书的时阵，内面的内容吼，咱会再选择讲，咱食期要教偌济。出版社对此表示，目前嘛有咧考虑将内容改较少咧，不过若是有改变，最后嘛是爱通过教育部的审定才准算。记者林思华、谢桂林综合报道。新北市政府最近在推动新的囡仔歌健康操，这歌内面融合几多种语言。最后编曲的老师表示，因用要一年时间来做歌，希望让囡仔会当对生活当中学着无记。和国小幼稚园的囡仔对老师跳健康操，这是新北市新设的幼儿健康操，真足好听。歌词内底唔但有台语，阁有客家语等等。那在老师要教这首音乐之前，他当然先解释这三段语言歌词所代表的意思，那进而就可以听到一些相关的故事，或者是去朗朗上口一些童谣。老师表示，像台语歌词讲到布袋戏，因就会解说是啥物物件，让囡仔了解所唱的内容。规首歌的发想就用要一冬，另外学校几若冬来，嘛不断地推动浸水式的布记教学。拢拢是一家伙啊！是我的意思啦，哈。在学校做志工的黄爸，带囡仔做会认识生活用词。伊表示，会透过绘本、游戏、囡仔歌等等，予因自日常生活来接触母语。希望因嘛通教阿公阿妈来开讲。透过一些情境用语，那老师其实我们也会利用一些节庆的时候，其实老师也会带动。学校表示，新北市是多族群的城市，什么物件拢通正做语言的学习。即个新健康操，嘛希望囡仔伫休寒的时，嘛通教爸母拿叮当拿耳包记。记者台北小凯台北昌报道。讲到英国伦敦的苏荷区是当地真出名的夜生活区，拜六礼拜时阵是人吵吵吵真闹热。不过一挂游客是真失控，饮酒了后呢，就伫咧路边乱放尿。住伫遐的民众，逐工拢爱闻这臭尿香味，是真困扰。当地市议会也出招要来对付一挂人，伫咧壁顶头插一种防尿擦。若准一挂人乱选，就会去撞到家己。餐厅、酒吧、夜店在伦敦享受夜生活，真侪人直接就想到苏瓦区，尤其到拜六，当地更加是人杂通通。只是游客多呀，居民的烦恼也来呀。It was something being raised regularly, especially over the weekend, say from Thursday to Sunday, where we'd have a lot of visitors here into Westminster, specifically Soho, and they were coming up alleyways like this, and other streets as well, and they were urinating. 哎，有这个情况是因为部分游客过分了后，随意找一个壁角来放尿，和苏瓦区总是有臭尿味。而且暗时啊，也有人伫街路放尿，也予人感觉无爽快。为了缓解这种乱象，市民市议会想出一步，伫苏瓦区受害上严重的壁顶喷防尿漆。So as you can see, it splashes back. 防尿漆用意就是予尿喷到顶乱放尿人的身上，予因自作自受。当地市议会指出，干那抢小便，因当年都爱开95英镑，大约代票3000多万台币。又唔过市议会也来伫拜六正式临时变数，当时也会开罚。乌白乱放尿的人，上当会当处100英镑，大约3700块台币的罚款。希望多方面来做，阻止游客排习惯，和苏瓦区的居民唔免阁忍受臭尿香味。公司新闻请问两边的。现代科技新产品无所高人冠精神，今年美国的 CES 消费性电子展览，使用氢气能源的运输工具受到众人关注。亲像瑞典推出全世界头一只飞的迄个电动飞船，在加速时阵呢，船的身躯会离开水面50公分高，予旅客感觉讲有飞起来体验。另外，荷兰也推出用太阳能充电的车，也還有3D 的列车，甚至有真巧会当含驾驶来对话的智慧系统。
这台快艇驶真紧，详细看伊的船身已经离开水面要加50公分，袂输敢那飞船共款。水电生产快艇的公司康德拉最近研发的 C8 飞船，伫咧加速时阵，用强烈的排水方式向前，让快艇看起来敢那是浮伫咧水面，无挖着水。She's the first long-range and high-speed electric boat. It flies on hydrofoils, and these hydrofoils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by 80% compared to a conventional boat. And that means that we can squeeze out more miles at high speeds. 这台飞船船身是碳纤维，长8公尺半，在船底一个架仔顶有水石膏。那船速度加紧的时阵，这个石膏就会提供向上浮的动力。甲船身塌悬水面差不多5公尺，减少船甲水摩擦力达到80%，坐伫顶头感觉就敢那是一个飞共款。这台动力船会当用21的速度驶2.5小时，比其他电动船行的距离搁较远。2023年全世界上大消费性电子展览 CES， 除了电动船，上最就是概念车。新的车款有的零件是用 3D 的印机印的，一个点歌机会当伫咧车内唱歌。Concept cars are a really hugely important thing for brands. They basically identify where the brand wants to be and how they want you to perceive them, much more so than actually presenting a product that's going to come to market. 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就是常用车品牌 Ren 的概念车，伊的目镜就是用 3D 的印机印的，一个配备数位摄像机，会当观察四周边的环境。伊那 BMW 是啥？会当甲人对话 AI 车用系统。日本的车商宏达加电子产品的厂商 Sony 合作开发的第一台电动车，要来参加展览。一个进行正好生产用太阳能源把车充电的荷兰车商，把车内空间当作是家己家的客厅，在车顶还有卡拉 OK。As vehicles are obviously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utonomous in the future, a lot of automotive brands are looking for ways. They see the inside of the car as an extension of the living room.And they're looking for entertainment value. 汽车专家 Tim Steven 认为，2023年的展览，真侪展出的概念车拢是以电动车为主。虽然伫美国的市场，2022年的电动车新车销售量只敢占市场的6%，但个比例已经比2021年增加一倍。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既然到新竹，对14度到16度，苗栗到云林，对12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12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3度。平湖金门妈祖对9度到1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闻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